三個中產黨，咁我哋又係做到耐唔耐咁上下啦。又有啲網友留言，佢話咩咧？佢話三個呢個節目咧做得幾好啊！三個主持要加油，跟住即刻下邊有人串我哋啦。嚇、嗯，邊、啊、有三個咪得兩個？咁所以我哋今次咧，因為阿 Kevin 又難得翻返嚟香港啦，咁我哋又回歸翻呢個原有嘅陣容。係好，今日我哋會講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由咧其中一個好著名嘅網媒啊。就係呢一個香港零一開始講起，咁我當然要利益申報啦。我啊首先當然好唔妥呢個媒體啦，咁啊唔妥呢個媒體撇除呢個政治立場，我成日都講呢個世界最恐怖同埋最愚蠢嘅組合係咩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左交加土共。咁啊香港零一背後就有即係土共底啦，咁啊再加埋我揾咗一班左交呢啲我個人意見咋，咁啊唔代表呢一個嘅媒體同埋其他兩位嘉賓嘅立場，但係咧。左膠係全世界最蠢嘅嘢，共產黨係全世界最邪惡嘅嘢，兩樣加埋，我真係覺得咧呢個真係惡夢組合。嗱，係首先我撇清呢樣嘢先，同你劃清界線先。嗱，我又唔爭，我又左膠爭爭地啦。我首先我唔好爭土共先，同埋我同香港零一咧都一向都冇。不過只不過你要衝我就同跟住你衝嘅啫，咁嘅意思。我作為一個學者，我講道理嘅啫。咁事實上佢哋真係太過蠢啦。係啊 ，U 針埋針，我哋唔緊要，我哋逐個 case 去睇。咁啊，今日揀一個 case 去講。咁咧，佢哋即係號稱倡議型媒體啦，審議好多政策，啲政策都 OK 嘅。今次佢哋想倡議一個咩政策咧？就係咧要推行呢個股息税。咁啊，股息税簡單嚟講，其實大陸都有嘅。你而家買到股票都有嘅。即係如果你譬如買建行，咁你派息，咁佢就會扣咗10% 股息啦。咁呢啲我哋叫股息税啦。咁啊，香港零一咧就一單新聞，即係唔係新聞咧，即係佢啲倡議型報導咧，就拎咗個對比，佢就話：喂，而家打工仔啊，30,000蚊一個月啦，年尾要交19,000税啊。但你睇下一個人，如果啊佢一個月收50,000股息啊，佢10,000税都唔使交啊。我有睇，我有睇，我睇完都打個突。佢整兩幅相咧，一個硬硬腳坐喺度啊等收錢嗰啲咧，一個翻工翻到好辛苦，好辛苦，跟住又交税，好慘啊咁樣。咁首先要講翻啦，即係呢個報道本身已經好唔 professional， 即係有人計過，喂，你一年一個月要收50,000股息税，咁當你買啲收息股啊，當匯豐咁樣樣啦，咁啊當匯豐一年有五厘息啦，咁你要點樣先可以一個月收50,000啊？你要有10,000,000嘅匯豐嘅即係股票咧，你先話攞到50,000嘅股息，咁仲未計喎，依家匯豐跌到 PK 喎，即係你都未計嗰個蝕翻轉頭。第二樣係乜嘢咧？一個月薪30,000嘅香港人咧，佢唔使交19,000税噶，我都話俾你聽，我啊人工係絕對唔止30,000，但係我上年咧，我冇父母免稅額，冇子女免稅額，冇進修免稅額，冇慈善捐款免稅額，冇供樓利息免稅額，全部冇用，都唔使交埋。因為有民主黨同埋公民黨支持退税，因為有退税呢樣嘢啊嘛。邊個啊？30,000就算乜差都冇，佢隨時都係交10,000税。好啦，咁但係 anyway 啦，即係呢個香港零一，你不得不佩服佢哋人手實在太充裁啦。咁啊，花咗好多時間研究。唔係裁員咩？啊？咁裁員之前咯，呢單新聞，咁佢哋就提出咗股息税咧，有好多人反對，咁但係有六大理由，全部都係反擊嘅。OK， 嗱我咁講，我唔知佢係咪人手係好充裕，但係咧我亦都可以咁講，佢寫嘢嗰個人咧係冇知識嘅，係即係首先佢有好多時間，但係冇知識，冇錯，即係佢應該用少啲嘅人手請啲貴啲嘅人，會比較好少少。咁就冇知識咧，就有兩種嘅。咁第一種咧就係你冇學術上嘅知識，第二種就係你冇實踐上嘅知識。而你冇實踐上嘅知識，當你講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即係你講嘅時候，你好有學術知識，不過你冇實踐知識，之後你冇實踐嘅，你唔知道商界點運作。呢啲咪即係蛋殼學者或者啲象牙塔啦。佢咪因為寫，佢咪寫多啲嘅話，用個量。希望量變質變。咁我指嘅意思係，我指嘅意思係，佢寫嗰啲人係既冇學術上知識。亦冇實踐上知識，但係佢睇嗰啲人，我覺得佢以我睇成件事，我覺得佢嘅思路係唔至於講得出個六點嚟嘅，因為六點其實係有啲理由嘅，所以佢六點咧定係抄鬼佬嘅，即係我嘅，佢只不過將鬼佬嗰啲嘢咁樣寫咗出嚟 ，OK 就去抄咗嚟，即係唔係一個佢自己諗出嚟嘅，即係嗰個佢個思路佢嘅水平係，甚至我哋固然覺得佢嘅六點係唔成理啦，咁但係問題就係佢係連嗰啲唔成理嘅嘢都係。諗唔到嘅，係佢嘅水平。啱啱。
嗱，咁我即係聽緊俾阿周英大師仔細去回應啦。咁啊，大概講有邊六點啦。咁其實佢呢六點係我覺得係有啲小聰明嘅。咁可能真係外國人嚟啦。咁佢提出嗰樣都係我哋好多人質疑嘅。我哋通常質疑股息税有邊幾樣嘢咧？雙重徵税啦，因為有利得税，唔需要搞股息税啦。你會令到股息税會令到啲企業寧願回購都唔派息啦。會令到嗰啲企業咧，因為個投資環境唔好而遷走啦。會令到嗰一啲嘅公司咧係偏重用債權去即係融資，而唔係用呢一個嘅即係係啦。咁即係大致上嘅呢幾個啦。我講一講回應先啦，大師打打底。我講啲理論啲嘅嘢，跟住大師就講下啲實踐上嘅嘢。嗱，其實呢個問題喺學界裏邊討論咗好多年，幾十年。咁由我啲師公師傅開始講呢個問題，咁啊跟住到80年代越嚟越多研實證研究去做呢樣嘢，就係、是。證實了剛才你講第一點，就話嗰個 double taxation 雙重徵税一個，咁其實已經80年代做咗文，就係話係會，佢就美國就冇數據嘅，因為美國數據佢來來去都係咁樣，就冇加過減過，咁於是乎咧就睇唔到個分別，佢就攞咗睇過最比較著名嘅研究，就係攞英國嘅情況，因為佢有改變過，就可以透過佢改變嘅時候睇下個市場反應係點樣。咁話所謂雙重徵税呢樣嘢係有呢個情況發生，同埋主要佢。令到佢冇效率嘅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影響啲企業個投資嘅意欲咁樣樣。咁其實好簡單，就係、是、講完㗎啦。你雙重徵税咁咪影響到佢究竟收入應該係點樣去處理？佢投資嘅時候咪覺得哇，投資嘅話之後我剩咗錢會俾你抽翻税嘅，咁咪投資咪影響咯。就係咁簡單。嗱，即係個學術界個我當然個睇法係。是幾十年前已經係，我都要代表呢個香港嚟呢度反駁你啦。佢話雙重徵税呢樣嘢一早已經解決咗㗎啦，因為有好多國家好似愛爾蘭、捷克、匈牙利等等啦，佢都會透過扣税制度同埋豁免制度去避免雙重徵税㗎。個意思就係，雖然我利得税又收你税，股息税又收你税，咁但係只要我喺利得税入邊加翻個扣減，咁你個股息税咪唔會收 double taxation 咯。咁咪蠢到飛起咯呢個做法。係仲有一種嘅，因為譬如嗰個人我咁講啦。譬如那個人咧係冇收入嘅，我屋企就係講緊屋企收五萬蚊到個，咁佢嗰50000蚊收個税嘅時候咧，佢咧就當呢啲係收入嚟噶嘛，咁佢首先要扣咗免稅額先，咁於是乎你咪避免咯，即係咁，但係亦都就咁，但係仍然係嗰個收代50000蚊嗰個人都會有個免稅額嘅，咁就可以咁扣翻，即係好多種。但係我唔明白一樣嘢，即係我覺得其實我唔係好想解釋呢篇嘢咧，就係佢即係犯咗一個咧就係、是。有時有啲嘢咧太過 nonsense 嘅時候咧，或者太過定義唔清楚嘅時候咧，你冇辦法辯駁嘅，你好難駁佢，因為佢連基本嘅問題都未解釋清楚。究竟你係要收上市公司股息税啊，定係公司股息税咧？即係話你嗰個股息税係 apply to 所有公司派股息，包括私人公司派股息啦，定係嗰個淨係上市公司先要嘅？嗱，即係李錦記嗱，你講嘅個頭先，李錦記就唔使收股息税。啱啱，因為佢私人公司啊嘛，但係嗰間 Jambot 每年咧就賺少少錢，咁嗰啲人派俾啲股東，咁就收股息税。個 Jambot 可能一年只係賺200000嘅啫。我可以代呢一個香港人嚟一答翻你。咁啊，梗係針對上市公司啦。佢舉個咩例子啫？佢舉個嗰個例子就係、是、有好多人啊買住啲股票啊，摁摁腳啊就可以咧喺每次呢啲股票派股息嘅時候，乜都唔做就收錢啊。咁呢啲咪就係嗰啲股票市場嘅小股東、啊。哦，咁嗰啲大公司都有小股東。唔係，係啊，你咯。咁嗰啲無端端，我同你無，我啱啱有個朋友就係搞嘅太興燒味。喂，咁佢就無端端投資太興燒味就摁摁腳咁樣喺度收。喂，個個年年收1000多萬息喎、啊。咁佢唔通佢唔係摁腳？咁我又要講喎，咁嗰度係有咩噶嘛？利得税噶嘛？咁如果嗰度啊有派嗰啲嘅，即係我哋講佢嗰陣時賺錢啊，咁已經喺嗰個利潤度已經有利得税啦。咁呢啲apply到上市公司啊？咁佢可能唔係硬硬腳㗎，咁佢私人公司小股東，佢唔會同嗰啲一般大眾股東啊個距離咁遠㗎嘛。喂，我買咗匯豐股票，我真係唔知道佢發生咩事喎。但如果我嗰間係小股東嘅，即係私人公司，可能我會參與啲會議啊。你小咩股東啫、啊？你一個月派50000多蚊，你幾多身家先至？咁少啊？匯豐幾百億，咁我攞翻50000蚊一個月。唔好講個你講清楚件事先啦。你講清楚究竟呢個，因為你講個影響力啊嘛。咁如果你嗰間公司，譬如話就李錦記咁，佢收，咦或者太興燒味啊，就係、是、我太興燒味，佢就係話，咦喂，原來派息跟住之後要係上咗市之後派息要收緊股息税嘅喎，咁我諗下我上唔上市咯，啱唔啱啊？咁即係所以變咗，你對於個影響力，究竟你係件事係淨係針對上市公司，定係針唔淨係所有公司
你唔講清楚嘅話，你根本討論唔到呢件事噶嘛。周慶大師都舉咗一個好嘅例子啦，即係私人公司你就唔會覺得啲小股東有問題㗎，因為你會覺得個私人公司係有直接參與個投資，你唔好似買股票咁買咗嚿嘢，你又唔知係乜嘢咁啊分到。喂，但個問題就是私人公司都係小股東啊，私人公司都可以坐喺度揞揞腳收錢啦、啊。咁你係咪私人公司派股息，你就要收股息税啊？跟住你就會覺得係 nonsense 噶咯喎，因為私人公司如果你賺到錢，咪直接喺利得税度扣咗咯，你唔需要搞多個股息税出嚟噶。講到最尾呢件事最惡劣嘅，你知唔知喺咩地方？佢只不過因為睇唔順眼有一班人。喂，點解你哋買股票可以收股息唔徵税？佢冇諗過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喂，所有嘅投資喺嗰個盈利嘅過程入邊已經徵收咗利得税啦。但係佢就覺得唔得，我就係唔順超有啲人咧攞咗啲股票佢派股息，佢就一蚊都冇收，即使之前都收咗利得税多，我都要徵多嘢嚟。咁、那個股票咧。會輸噶嘛嚇股票會輸啊！我買股票，你估唔使用腦噶？你估係揸只股唔使用腦噶？即係你唔係好多股票唔使用腦嘅啫。唔係，然後即係再仲有一樣嘢咯，即係有啲左膠都繼續講佢。喂，咁你愛爾蘭啊、中國啊、美國啊，大把地方啊，都係先進國家都有收呢一個股息税啦，又唔見人哋啊，會冇人去投資。OK， 你聽我講，你攞香港同愛爾蘭比。你攞香港同埋嗰啲乜鬼嘢？即係嗰啲咁嘅小國比，香港係金融中心嚟噶嘛？香港可以同美國比，啱唔啱啊？大家即係香港之後雖然差過美國好多，大家係啦，冇錯，並駕齊驅啊！但係或者倫敦係啦，但係香你睇下美國人哋本土企業有 Google 啊、Apple 啊嗰啲，喂，佢哋唔都喺美國上？你試下 Apple 走過去香港上市啊！人哋我香港諗咩啊？香港啊，嗰啲公司全部啊，唔好講乜嘢嘢啊，嗰啲大型嗰啲地產商啊，喺香港發展啊，都要喺外國註冊啊！咁你話香港人假設我哋而家做相同嘅嘢，同埋我最唔明嘅咧，即係點解佢要搞多個樣出嚟，然後減舊一樣啫？你如果唔即係唔中意商家佬，覺得佢咁多錢。要增加佢哋税嘅話，你咪增加個利得税咯。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。另外一個原因就話你最中意佢問啦，哇！而家政府咁多錢，你仲佢之前都減講緊減税啊。你要講就加多一種。佢嘅意思係咁嘅，佢話如果我哋啊可以啊增加呢一個股息税啊，咪唔使行低高税高地價政策咯，咁咪可以啲樓價會壓低咗咯。可以唔高地可以唔高地價政策咩？你推多啲地出嚟就唔高地價政策啫，都唔係唔高地價啫，冇幾多地啊。佢話擴闊税基，佢一個其實是一個會計學嘅概念嚟嘅，即係話我但係其實擴闊税基咧，其實即係我唔能話冇用。喂，其實啲地價咁貴，人都個税基都俾曬，個税基好闊嘅，好闊嘅喎。你劏房户你都依家係 share 係邊個地產税？你多一樣，唔係擴闊税基咧，其實係一個會計學概念。佢會計學概念就係你如果一間公司多幾個收入咧就安全啲，即係話你如果擴闊税基，即係假設一個政府一間公司，但係其實咧擴闊税基係有用嘅。但係咧其實如果當你個經濟唔好嘅時候咧，就所有一齊跌嘅嘛。公司唔會啊嘛，公司可能你多幾個收入就真係多幾個收入，因為你個餅係搶街度嘅餅噶嘛。但係政府嘅時候你搶嚟搶去都係自己嘅餅嚟噶嘛，所以當所一 A 跌嘅時候，係 B、C、D 一齊跌曬噶嘛，所以個分別唔係好大，即係有分別當然。所以總括嚟講啊，先第一樣嘢，即係如果喺今時今日利得税都仲退緊税嘅，即係證明你依家收緊公司嘅利潤嘅税都仲係嫌太多，多啦。你仲要加樣，你仲要減税，利得税減咗咯。你建議呢個股息税之前，香港零一呢班記者編輯們，我真係唔需要你。即係去建議翻佢取消呢個利得税退税先再講啦。第二樣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喂大佬啊，香港你唔可以同外國一啲先進城市去比，香港就係一個依靠外資流入去發展嘅地方。喂，人哋有資格或者有條件去徵收呢一個嘅即係股息税，唔代表我哋有。即係有啲人，我覺得啲網民係即係一個最簡單直接嘅答案，雖然好似好膚淺、好合理。外國嘅有民主啦，咁香港有冇啊？咁又外國咩都有，香港就要需要有。外國有咗普選，香港都有普選，你咪開始考慮下股息税咯。咁然後當然最重要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要講喺我 check 翻呢一個嘅香港零一嘅母公司南海控股。咁啊喺咁多年嚟咧，除咗近呢兩年係未試過派息嘅，就算依家派息咧，佢派嗰個咧都係幾分之一仙，即係相比個總股價嚟講咧，係1% 多啲。咁就好簡單啫嘛。喂，你梗係支持派股息啦，唔係跟股息税徵税啦，因為你間公司你老闆於品海都唔派股息俾人。哇！如果徵埋股息税好啦，慳翻乜都唔收。即係咧，其實我哋睇一單新聞就唔能夠咁睇表面，即係咁睇翻入邊，你咪知道究竟呢班人嘅邪惡。
定係愚蠢咧？我補充一點，其實呢一 part 咧，我哋咧係真係預備咗好多彈藥嘅，但問題咧，我哋只係用咗十分一嘅彈藥已經夠鐘啦，所以真係冇辦法。好，我下次再講其他話題。